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华盛顿州最大城市西雅图，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西雅图佩恩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美国总统奥巴马代表、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和夫人、联邦政府高级官员和西雅图市市长莫里携当地政要和各界友好人士来到舷梯前，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当地儿童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鲜花。习近平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建交36年来，两国关系历经风雨，砥砺前行，极大造福了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当前，中美两国利益交融更加密切，合作基础更加坚实，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不断增多。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这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我这次访问美国的目的，就是要加深两国人民友谊，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更大发展。我期待着同奥巴马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共商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大计。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也到机场迎接。泛蓝整合国情合作有谱了吗？2004年，国民党、亲民党推出联送配，当时担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喊出国情合并，泛蓝选民反应热烈。但当年两颗子弹事件输了选举，两党还因选举补助款撕破脸。事隔10多年再谈整合，宋楚瑜讲清楚自己并非为一官半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释出善意，不放弃所有努力。第12届海峡两岸信息产业和技术标准论坛22号上午在台北圆满完成，宣布了多项两岸电子信息产业方面的共同标准。来自两岸的信息产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各方面人士500多人与会，工信部副部长怀敬鹏率团参会，并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聚焦产业融合发展，深化两岸产业和标准合作》的主题演讲。他指出，为积极应对产业深刻变革的需要，两岸信息产业界应进一步深化在技术、标准、产业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基础研究、产品研发、标准制定和市场培育的紧密衔接，共同提升两岸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这10年，两岸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全球整个国际化当中都是异军突起的出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两岸如何通过标准和知识产权的工作，使我们的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强，使我们在国际的话语权更强，应该说大家也在积极的努力和探索当中。2005年以来，海峡两岸信息产业和技术标准论坛已经在北京、南京、福州和台北等地成功举办了11届。两岸业界在 TDLTE、 半导体照明、平板显示、太阳能光伏、云计算、锂离子电池等重点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全面深化，累计形成了288项产业共识，公布了30余项两岸共通技术标准。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参考消息网援引日本东京新闻9月21号发表题为自卫队面临的危险将增大的报道称，在明年3月安保法案付诸实施后，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将大大拓宽。平时活动方面，自卫队可以在日美联合训练等场合护卫美军舰艇，同时新安保法案解禁驰援警护，自卫队可以到远离日本的地方保卫遭到武力袭击的他国部队和平民。日本向海外派兵似乎指日可待。对陆海空自卫队进行一体化部署的统合幕僚监部日前面向安保法案生效制定了内部资料，
资料就自卫队参与南苏丹维和行动、刑事安保法案解禁的驰援警护问题进行了讨论。驰援警护是指自卫队到远离日本的地方，保卫遭到武力袭击的他国部队和平民。此前自卫队能够运用武器来保卫的，只有近距离、处于自身管理下的人群，而现在范围扩大。平时活动方面，自卫队在日美联合训练等场合可以保卫美军舰艇。此前自卫队仅可以保护自己的武器和装备。新安保法案把护卫日本的美军等的武器装备也纳入了保护范围。同时，自卫队参与南海的警戒监视活动的必要性也被纳入美军和自卫队基于安保法案开展日常合作的讨论范围，并已开展实际讨论。此外，可否为美国等有志国家联合打击伊斯兰国等的军事作战提供支援，也在国会审议中被多次讨论。韩国 SBS 电视台称，随着日本安倍政权强行通过允许自卫队海外参战的新安保法案，韩国各界对日本借此武力介入朝鲜半岛的忧虑也越来越大。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明球21号的接受国会对于日本自卫队进入朝鲜半岛的可能性的质询时表示，即便美军邀请日本自卫队进入朝鲜半岛，韩方也有可能对此拒绝。但也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自卫队以美日同盟军的名义登陆朝鲜半岛，届时韩国政府很难应对。而在日本国内，新安保法持续激起强烈反对。日本产经新闻21号称，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提出国民联合政府的构想，以期明年夏天参议院选举中和民主党等在野党铺开统一战线，迫使安倍晋三政权结束。报道称，民主党党首冈田克也称这一构想是非常果断的提案，正在关注。预计近期，民主党和日共党首将举行会谈。此外，日本社民党政审会长吉川元表示，正和其他的在野党一起提出安保法的废除案，并推进选举合作。好的，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昨天晚间台北演播室带来的深度解析。日本媒体报道称呢，在明年3月安保法案付诸实施之后呢，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将大大的扩宽哈。想请问一下邱毅教授，您觉得近期哈日本自卫队会担负着哪些新的任务呢？当然，集体自卫权解禁了以后，那新安保法案通过了以后，自卫队的整个活动的范围会扩大。但是到底扩大到什么样的范围，扩大到什么样的程度，仍然存在着一些模糊暧昧的空间。第一个，到底什么是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第二个，到底什么叫做武力的攻击，面对武力的攻击？那第三个，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对日本的国民产生的一个存亡危机的事态？那这三个重要的关键的内涵是由谁来解释呢？如果依照法案的内容来说，它是由日本内阁的首长，或者叫自卫队的最高的指挥官，也就是日本的首相，来综合判断，综合各种情境事态的判断以后做下了决断。那这样子来说的话，日本的首相的权力就大了，他可以在模糊的一个范围之内，他可以依照他个人的一个综合判断做下来一些扩权的主张嘛。所以自卫队到底范围有多大，现在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说法。这也就是日本的在野党、日本的知识分子、日本的宪法学者，大家对于现在安倍政府强推的这一个新安保法案产生的质疑的地方。确实，新安保法的这个实施会带来一些很世界范围内的安全隐患了。那么在平时的活动方面呢，这个自卫队在日美联合训练等等场合也是可以护卫美军的舰艇的。那么由于这样的情况呢，就会造成这个武力的冲突，那不需要经过日本的国会的批准就是可以行动了。那现在呢，就有这个在野党批评这个是抄近道行使集体自卫权。请问一下赖教授，能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抄近道行使集体自卫权呢？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啊，要派兵，我们讲的派兵权到底是谁来决定？那一般来讲都是要接受国会的监督。是。国会的监督它有一个制衡的一个作用，因为你一旦派兵出去，不管是救援、防护还是作战啊，它都会引爆的这个战争，都有可能引爆战争的这种危险。所以通常在派兵权、出兵权通常都要经过国会的监督。可是在这次部分里面，所有的在野党或是所有的宪法学者，主要是在野党，因为他有这个权利在国会中来质询安倍晋三跟那个日本政府的皇位大臣的时候，都在问他们，而且要问得很细，就是说
究竟什么情况下你首相可以派兵，他们的回答都是一个标准答案，就是由首相综合判断。可是当大家提出各种您提到的，如果去参加演习，在演习的途中跟其他的国家发生的冲突，那这个发生的假设把我的日本的军舰派到北约，派到北海这个地方举行军事演习，说我是在平时的时候护卫着美国军舰的安全，结果跟俄国产生了矛盾，产生了冲突，你的日本的军舰被卷入战争，而这样的一个情形竟然不用国会同意，国会批准，为什么？因为他用平常时期的演练的这样一个部分，因为首相综合判断他可以派兵，这样的情形难道不就是抄近道吗？好，非常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海峡虎报。第二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福州拉开帷幕，来自36个丝路国家和丝路周边国家的70部外语影片和30部华语影片将进入展映单元，并与观众见面。第二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福建省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开幕红毯秀以人、城市、梦想为主题，利用三方七项古建筑群空间结构，结合现代灯光与 3D 技术，打造虚拟的蔚蓝色新丝路，呈现丝绸之路过往与现代的同时，彰显福州文化，向世界献上一个奇幻的电影之夜。丝绸之路电影节把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定位福州，在这儿做这项文化活动，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这是一个连接欧亚人民的情感的纽带。今年是第二届，相信一定比会第一届做得更好，也希望将来丝绸电影节能够一直良好的发展，成为各族人民、各国人民和各地区人民文化交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平台。本届丝路电影节将首次设置金丝路传媒荣誉单元，对报名参展的950多部影片进行遴选，推荐出本届电影节年度传媒荣誉作品和个人，以此扩大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为方便群众观影，展映办设置了主宾国展映单元、丝路主题展映单元、动画电影及优秀纪录片展映单元等。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3w.fjtv.net 或手机访问海博视频客户端。我是小丽，我们明天见。